本件窃盗案是发生于2011年9月7号16时许，我们所接获自由华人市场报案，称市场内有一座公用不锈钢洗碗槽遭窃。经远景调阅现场监视器，我发现前日深夜有一名男子驾驶一辆小客车至案发处。经本所专案人员扩大调阅周遭监视器，锁定赖姓嫌犯。据了解，赖姓嫌犯是因为答应朋友要帮他家中装设洗手台，又想省下这笔开销，因而一时贪心，全案依窃盗罪函请桥头地检署侦办。警方呼吁民众勿贪小便宜而窃取他人财产。